佛法流到我们中国，流传中国也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有天竺西域的这个三藏法师过来，另一方面我们中土的去求法也开始了。早期的朱士行呐、法显呐、到了唐代有玄奘啊、义净呐、这些，那这些去求法的这些比丘们，那真是重法如山亲身事成不惜生命义净法师曾经有一个求法感悟八句诗所传达的求法的艰难晋宋齐唐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白归无始。后者焉知前者难？路远辟天为冷节，沙河蔽日立皮丹。后人若为暗师子。往往将经容易看，那到印度去求法，那是九死一生他要穿过茫茫的戈壁沙滩这个白雪皑皑的丛林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呀。而且路上有多少的强盗，还有不同的民族这个匈奴吐蕃族还有什么这些异族的人的加害呀？有时候要爬那个山的时候，那个爬不过去，没有路那就在那个岩缝里面打那个木楔子，打一个木楔踏一步，再把另外木楔子再打上去。就这么，上去，有时候过悬崖峭壁就是一根绳，这根绳怎么过得去？有时候稍不小心就万丈深渊。如果碰到没有水，那就干渴。这个玄奘大师都遇到，没有水呀，没有水5天没有喝一口水他幸好还是可能观世音菩萨在保佑他，终于在他这个走路都走不动，在地上爬的时候，他看到一泓清水赶紧爬都爬不动，终于爬到那水里，滚到那水里面，喝水那就是宁可这个向前而死，不可退步而生的这种气概是把生命做赌注的，中途很多求法的人生病，也没办法治疗死亡，如果碰到强盗要他的命。其中一个法师就面对着西方念佛被害，那真是去的时候有几百个人，回来的时候就是几个人，求法的道路上留下了他们的皑皑的白骨。所以我们后人读到佛经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知道
求法者的那种艰辛、那种困难，那种付出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艰难了。